对呀，精神损失。大家好，我是东北爷们儿，才吃完早饭啊、哦，吃了一碗馄饨，找那个花卷、油条，小粥啥的都没有，点了一碗馄饨吃。静泊镇，我下一直走就是静泊湖。我今天就是在这附近走，湖转圈都有不少村子，不远走了。今天啊、哦，住的这家的店，都是土道啊，村子外头是柏油路，村子里头都是土道。大姨喊我在下，看看大姨有点什么啊。这房都没人住了都。什么蘑菇，大爷？啊？啥都熟，蘑菇什么都要。不是那个鹅毛啥的，不是你吧？是，都是。是啊。嗯，换手机。有鸭子毛要吧？鸭子。没有那个，没有那个大硬的。拿出来看看。你看看。这都是什么蘑菇？我这都是留的好的，怎么说都留好的呀？留着个吃的呗，是不？一个是自己吃，一个是我送你的，我都今天我没出去。小黄蘑。哎。灰蘑。哎。这个是真蘑，真蘑也不行，留着。这个是白蘑，嗯，白烫的。这真蘑你要不就给你，都收，你要卖都收。嗯，鹅毛啥的你找着看看。鹅我没买，我没有鹅，就有鸭子，有几个。你找着看看是白鸭子，白的还是黑的？黑的。黑鸭子啊？白黑的不要。拿出来看看是啥色的？黑的。有的从俺家那一招呼啊就过去。是不？哪家在俺家干的弄？啊，这边是正门是不？那边是小门，我进来那个是小门，这个是正门。晾的全是苞米米棒，烧火用的都。老大地方了这。大房子。熊妈给拽掉了，你说这，哎呀，没看着嘞。这要日子有事儿也是不在家。老人去世不在家，我怎么有点湿啊？都晒得巴掌干的。不是干的。那不是原先是干的了，这不是那个什么了吗？那晾一晾吧，湿的不行。湿的不行啊。嗯，湿的不行。这怎么整啊？看看蘑菇来。我看看蘑菇。嗯。妈呀，这啥？你说这是怎么学的？我这不整。我要知道这样，我要看看，我给你找找。是吧？这使用工具，这位照。嗯，这完再选个家具是吧？对。嗯。一斤二两，这个是啊。嗯。你说这眼神就不行了，这啥它也不横过来吧？行，那个什么，我给他把它怎么样？整了它，哎。收了大姨几斤蘑菇，啥都有，真蘑、黄蘑，烫着蘑。这个村子这道啊，太难走了。村子外头这是那个水泥道，进村子里头全是这种土道，而且上面全是前两天下雨啊、下雪，那道啊全是泥呀、啊。看这车轱辘炫的。说完了这个村子。进行下一个村子。